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飙股急先锋。各位，今天大盘最多跌了100多点啊，收盘的时候也小跌了啊，大概跌几点，那个帮我看一下，这个今天跌了几点，今天收盘跌91点。各位，你只要掌握主力筹码就是涨停板啊、哦！你有没有加入我的 Telegram？ 你有没有加入我的 Telegram？ 我 Telegram 里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各位看得很清楚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 Telegram 有写哪几只股票啊、哦？5443的君豪涨停板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看到吗？5443的君豪涨停板，6233的旺九也是涨停板，对不对？2486的一拳也是涨停板。你一定会问啦、啊、中祥老师啊，你有下这几我哪会知买买都一支啦，今天大盘跌那么深我怎么敢买啦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买底部起涨的股票啊，各位加入我的 Telegram， 我都会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赶快加入啊！现在赶快加入！如果你是别的投顾的，那个台中林先生，你的朋友参加那个什么大华投顾或是那某一个投顾的，没关系，你叫他赶快加入我的 Telegram 啊，或者我们这个啊万通国际或是谁或是君安投顾都没关系，你赶快加入我的 Telegram， 然后我在这里我会把标股写进去。然后我再带你做好不好，各位，对不对？今天啊、哦，一拳涨停板，6233的旺九涨停板，5443的君豪也是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今天的3552的同志跌下来，我昨天告诉你，我们昨天都出光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讲得很清楚嘛，啊、哦，你看同志，各位三天，哎。你看哦，我们买93.3块的哦，大概120块以上就出光光咯，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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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光光了啊！我昨天也在这里公开讲出光光，那我们今天买什么股票，所有会员都知道我们买什么，我们买3532的台盛科，台盛科是台塑集团做矽晶圆的哦，底部起涨哦，开盘价1079:02，赶快扣讯扣出去，啪！今天有的会员啊，不管怎么说啦，啊，有的人啊，他想说做当冲也好，有的人流畅也好，今天107到114，赚了7块钱。各位，这是不是底部的股票 ？W 底哎、欸、，W 底哎、欸，老师啊！你这个主力筹码你很会找诶、欸、你怎么那么厉害，大盘跌啊，你的股票一买以后十分钟就拉上来了，十分钟就砍就一骂死，砍就一骂死。各位赶快加入，赶快加入好不好啊、哦、那这些股票都涨上来了，你要不要跟着我做？你每天在看我的节目，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我冲2399的印泰，昨天当冲就冲掉了，对不对？老师，这也是底部起涨哦。老师，这一根，哇，老师，你昨天买的好漂亮，昨天冲掉了，今天高点没有过昨天高点，因为碰到这个压力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昨天就冲掉了嘛。每天都是赚钱的时间点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那你帮我看一下啦，3661的四星，老师今天又收最高哎、欸。老师，我有那个6531的爱普，老师，哎，今天没有怎么跌、欸，老师明天会不会涨？会不会又给我涨个十几块？我拜托你加入我的 Telegram 啊，加入没有用哦，明天你要听我的讯号哦，搞不好我明天开盘就敲，每人敲个5张10张，啪一下拉涨停板，哇，那个周末快乐爽死啦，各位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就等你的讯号，你叫我敲我就敲。你可以不可以等我的讯号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
他在这里很整理很久了，你看这个平台，这个平台他受制季线嘛，季线反压嘛，对不对？受制季线反压嘛，各位啊、哦、那明天会不会过季线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当初我在这里跟你讲要买你也不买，当初在横盘整理的时候我告诉你要买你也不买啊、哦、这里100块这里200块，结果从200块之后一突破就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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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涨到560啊、哦、3661的四星，这里150叫你买你也不买，200叫你买你也不买，你又没来参加我的250，我说还可以买，你想哦老师你那个买150的齁、哦、到250你的100张已经赚多少，100张已经赚100万诶、欸、1000万了，我怎么敢买，结果涨到700。诶、欸、现在季线要过咯，季线要过咯，我知道啦，你不是我的客户你怎么敢乱买，而且这一只股票不便宜啊 ,500 多块、欸、啊，能买得起的一定是大咖嘛，对不对？能买得起一定是大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啊，我在这里啊、哦、一个观念讲给你听，你要计算主力筹码，老师主力筹码在谁那里，是不是外资还是投信？没有，没这回事。我问你的，我问你的啊、哦、我问你的，今天3532投信有没有买？没有买咧。那我老师为什么会拉到快涨停？主力嘛，人给温足久啊啦，对不对？公司派出来讲话，哎、欸，台盛科是谁啊？台硕集团的股票、欸，哎，好温很久了啦，受不了了啦。公司派不进来拉一下，怎么可能啦？对不对？各位啊，352的同志，老师人家都亏钱嘞、欸，人家都亏钱嘞、欸，对啊，亏钱啊。连拉三只涨停板了、啊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我昨天也跟你讲，大力光不会跌的嘛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我讲话我负责啊，我说大力光不会跌的，昨天那个止跌 K 线嘛，今天高点有过昨天高嘛，但是啊，各位反弹你出一下，哎，这里3400我就跟你讲要出了，3400你出掉哈、啊，回来3000块再买哦、啊，这个价差又10几%，大概15%，15%，老师。我手上有大力光，你帮我解套，我就参加你的客户。哎，我3400叫你出，3280跟你讲不要卖，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啊，老师，我一定要跟你做，啊，各位，我在这里告诉你啊，各位，我买都是底部起涨的，我绝对不帮人家抬轿。你看这个是不是底部？这是不是 W 底？是不是 W 底？你今天开盘价买，你开盘价9:02下去买，你开盘价买，你会输吗？你会输吗？老师，人家这个说有这条季线过不去，好，第一次碰到季线过不去，第二次再碰到季线，那再蹲解，啪一下又冲过去了。股票市场啊、哦，都是你不懂的啦，啊，你懂的哈、哦，你就不需要参加老师了啦，对不对啊？老师，那6531的爱普啊，我被他折磨死了。老师，每天都开高走低，开高走低啊。老师，你开高叫我卖一趟，收盘叫我就买回来。老师，价差都10几块，昨天价差10几块，前天价差十，哎，今天价差刚好10块。今天最高价328块，最低价318块，收盘323块，刚好收在。涨5块，跌5块，好准哦！有没有好准？最高328，最低318。我有没有教过你们啊？258嘛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这教我哦，你跟我讲的都好准啊！尾数不是二就是五就是八、啊。昨天是不是打到32的时候324？对不对？昨天340没过嘛？昨天最高339.5嘛？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说实在啊，如果没有经验的老师啊，根本看不出来。老师，他明天会不会动？啊，我告诉你，礼拜五啊，来来来，我们跟你讲，礼拜五很刺激哦，礼拜五很刺激哦。各位，这里啊，礼拜五拉涨停，你有没有赚到？我有赚到。1234连跌4天，礼拜五拉涨停，你有没有赚到？我有赚到。然后在1234礼拜五又收红，你有没有赚到？我有赚到。各位，他每次礼拜五都很精彩哦。他这个礼拜啊。连跌4天，每天都开高走低啊！老师，那我知道明天一定是开低走高，或是开高震荡走高，
老师，我知道。你知道最好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最好啊，各位，对不对？我每一档股票我都带你做啊。3032的伟讯，你不敢买，对不对？我们买了，我们出了，我们赚钱。哎，老师，你找的股票这个一直创新高，一直创新高。老师，我真的不敢买，那 K D 指标那么高。老师，那 K D 指标那么高，我怎么敢买？我知道你不敢买。你看，今天大盘跌，它没跌，但是我们已经卖掉，我们卖掉大概有50块多了。哎，没有人每天卖股票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加入我的 Telegram， 我在 Telegram 里面告诉你什么？来，各位看一下，拿你的手机出来，对照我的 Telegram 啊，5443的君豪有没有涨停板？有没有涨停板？6233的旺九有没有涨停板？2486的一拳有没有涨停板？老师，啊，你哪还厉害？啊，你哪还厉害？我不厉害啦，我只是掌握主力筹码。你看一下，是不是创新高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创新高？是不是创新高？哎，老师，钟翔老师，我看你的节目看很久了啊，但是我有时候脚步都跟不上。啊，我知道你在 Telegram， 你买了之后在 Telegram 里面都会讲。那 Telegram 一讲，我就去买。哎，昨天你买印泰，我来得及当冲，我还买到，我还冲掉了。老师，今天这个3532，我就来不及当冲了，因为有一些小资族啊，他都不留仓啊。啊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你是我的会员，你就不用担心了嘛。9:02就 call 你买了嘛，对不对？9:02在这里耶，你看9:02的成交价是多少？啊，我会员跟我对时对价，9:02，9:02，那个卖便当的，对不对？老师扣讯有没有？有嘛？啊，昨天有没有？有嘛？前天有没有？有嘛？对不对？各位，在这里哈，我在这里告诉你啊。我会带你做，我就会带你做。啊，我就是要让你赚钱。好，重点来了，各位 ，W1788 标股急先锋，明天欢乐周末，对不对？周末我们一定都要赚一点钱的啦，我们所有会员都知道了，因为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，这个家庭聚会也好啊，带小孩子出去玩一下也好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要赚钱的，啊，我们。礼拜欢乐周末就是要赚钱了啊！然后每天晚上愿意为投资朋友在 Telegram 里面计算主力筹码的，我不打屁话啊！我们看一下别的老师的 Telegram， 不是在骂人啊，就是在那边教训人啊，不然就是马后炮，事后马后炮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各位啊，我们不需要这样做，我们。做什么讲什么，对不对？那有会员问我，老师，我参加你的会员啊，老师你前一波有赔到一些钱，老师你在这里你要帮我负责任，我一定负责任，我告诉你，我绝对很老实的。我们爱普没有卖就是没有卖，我们做价差就是做价差，我明天要做价差就是明天要做价差，对不对？各位啊，在这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就是做的和想的不一样，当然。不见得每一个客户啊，我这样讲，有时候跟他沟通有时候很困难啊。我知道有一些像比如说有一些客户他的脑筋啊，他会在这里啊，他很奇怪。啊，老师有的股票啊，你既然那么看好啊，那未来会到多少多少。那压估值说实在这样比较辛苦一点啊，老师带的比较辛苦，有时候老师还一直跟你沟通啊。啊，算老师对不起你，好不好？老师对不起，好不好？啊，当然我也会受到别的客户给我这个客户的影响啊，所以有时候哈、啊，下决策的还是我啊，因为钟翔老师就是这样嘛。而你看我们讲的每一只股票，如果不是会员的股票，各位我下台一鞠躬，好不好？那既然会员这么信任我。
我们要当一辈子的朋友，我就尽量要帮你赚钱。因为我知道我的客户啊，从君安过来也好啊啊，或者说以前老客户参加我的有回头来找我的，因为他们对仲祥老师就是信任，他们对仲祥老师就是在这里来说，他们就是在这里，我叫他买他们就买，所以如果有赔钱，我当然在这里要想办法把他们赚回来，对不对啊？当然有时候我们看盘的时候啊，明明高档有那么大的卖压，我们有时候当第一个时间点决断没有出，那是我们的错。当然我们跟客户在沟通的时候，说服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叫客户硬要卖硬要卖硬要卖，那是我们的错，但是我们不会再错第二次啊！股票市场就是这样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要看的是未来，各位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看的是未来啊，过去已经过去，输去的我们黑板上把它拿回来，好不好？各位，输去的我们黑板上把它拿回来，每天都有开盘呢，对不对？同志也让你们赚了三只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啊，印泰当冲也赚钱，台盛科也赚钱，对不对？伟讯也赚钱啊！老师，你那个哈、啊，那个3661的四星带我买也赚钱。老师，那个比较可惜一点了哈、啊，这个什么6531的爱普，老师我买的都没有动，你没有带我做价差。其实说实在的啦，我有一些客户我是有打电话给他们做价差啊，昨天开高我有叫他们卖，但是有时候犹豫了一下就没有卖到。啊啊！昨天从328，不，昨天从339.5收盘价324嘛。如果有卖再买，价差是15块啊，15块10张就150,000了啊。当然，你不是我的亲代，我没有带你这样做，但是我的错，对不对啊？当然我有时候为了跟你沟通啊，有时候在这里啊，那是我的错。仲祥老师以后不会再犯这些错误。啊，我亲带的就要这样带。啊，对不对啊？我知道大家对我很信任。我在这里真的很谢谢各位。啊，我知道大家对我很信任，我真的谢谢各位。啊，但是你也知道股市这种东西，我们掌握主力筹码，但是有时候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。有时候主力筹码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外资投信买很多的啊，那有时候公司派会修理他们。我们前一支有一支受伤就是这样，公司派就一直压着卖，公司派一直压着卖，卖到外资投信都一路在砍，那每天高档那边就挂200-300张要卖，这个公司派很恶劣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啊，不是说这个外资买的就会涨，投信买的就会涨，没有这回事。那不然你就每天看投信买什么就去买嘛，外资买什么就去买。股票如果那么简单啊，那每个人都是富翁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像我们这样讲嘛，3532台盛科，你说今天谁去买的？公司派啊。我买在这里啊，开盘就买了，对吧？开盘就买了。老师，开盘价我不敢买，我设定啊107啊，107耶、欸、昨天收盘106耶、欸、先买107耶、欸、对不对？好啦，就算你开盘价买 107.5 好不好？各位，你也是赚7块钱的。好，所以老师会更努力，所有会员听好，老师会更努力啊，因为让会员赚钱是我的荣幸。如果会员有赔到一点钱，我晚上还睡不着觉。哎，我睡不着觉，我有时候晚上到12点1点，我还在那边写稿子，对不对？所有会员，你们都帮我做见证。Telegram里面的所有的准会员，你也帮我做见证。我昨天有没有告诉你5443？今天有没有涨停板？我昨天有没有告诉你6233？
今天有没有涨停板？我昨天有没有告诉你2486？今天有没有涨停板？我有。拿起你的手机，扫描，搜寻账号 W1788 标股急先锋。拿起你的手机，扫描标股急先锋，或是加入我的脸书，我脸书里面也会写。各位，我真的很希望你赚钱，因为钟翔老师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啊。我们或许会跌倒一下，但是长远的来看，我们一定是赚钱的。我们或许在这里有一点点的稍微的不顺利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赚钱，对不对？今天礼拜四有没有赚到钱？昨天礼拜三有没有赚到钱？前天礼拜二有没有赚到钱？每天都要赚钱，好不好？我希望所有我的粉丝们，你们每天也要赚钱。当然啦，你们可以去参加那个嘎尾啦，他去放空啦，哦，赚很多啦。不过我不知道他赚很多在哪里啊，他的很多大概只有两三块叫很多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放空股票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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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？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买进股票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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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？有，统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啊 ，W1788 标股急先锋，注意啊！我今天晚上又会把标股写在里面的，哈哈哈哈！明天欢乐周末，然后买卖点等我通知啊！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，希望今天赚到钱的你也不用太高兴啊！今天没有赚到钱的你也不用太忧伤，因为明天我要让你赚钱。W1788 标股急先锋，各位，我讲的我负责任，我写的我负责任，绝对有标股，谢谢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